看谁拉的粉丝又多又长，谁就可以先吃。捞汁大海星酒风格，而且每个必须两口吃完，吃完就换了来。OK， 来，一人选一根，来根最大的。那我就来根白净点的，就它了。来，预备，开始。外面这层空心的是无法拉丝的，现在都是没拉丝。我已经准备拉丝第一块了，小眼睛都看我这来。这小拉丝也太绝了吧！还没好呢，这位。还有，我这进度都到第二块了。不管它。哥的进度条终于动了，两人的拉丝效果都很不错哟。只不过我这都拉丝好多长条出来了，我还能继续。哥哥也别上了，快快快！哥哥本来进度就慢，这下又重来了，这拉丝太碍了。好卡牙，搞了这出又白干了。看戏要断成两截，也比我哥强累。又是我赢了，今天这顿也太奢侈了吧！先来个大野海鳌虾，我来吃虾壳取虾肉。料汁不可少，都不需要第二口了。专业的可以，我脸大了。再来一个超大的上辈自身 ，nice， 跟果冻一样，这款超级香，它的鲜味超级突出。我的天哪！再来一只超大的皮皮虾，我已经提前把虾肉包出来了，蘸点料汁就来了。这虾壳感觉都可以收藏了，特别完整的虾壳。虾壳来个全身是红色的，也是巨无霸红魔虾。看看虾呢，哇塞，这也太肥了。哇塞，你帮我看下哪辆电车好，最近油车开腻了，打算换辆电车。行啊，我爸最近刚在瓜子二手市场买了二手比亚迪宋 plus， 才花了7万多，开起来跟新的一样，但比新车便宜了7万多。现在一手电车掉价快，买二手的划算多了。这么便宜靠谱吗？瓜子是全国二手车大平台，每台车都经过三方专业检测，还能先试车，满意了再买。我跟你说，买二手电车去瓜子二手车就对了。行，拍完视频我就去看看。感觉这大脑花我都得用掉一口了。这也太新了，虾壳都整掉，三点六次就来。直接在海里追着虾吃的感觉，哎，有大海灯哦。嚼着是带着 Q 弹劲的，口感脆脆的，这个吃法很爽口。左手的超大犀牛虾，太大了，我来这个。大网的便便饭，造型独特，看着就好吃。这个做法感觉更好吃，又咸又嫩。这颜值也是打满分啊，赏心悦目的，超级大的大恐龙。我来去虾壳哦，不得不说这头占比真大。做成捞汁生吃的感觉也不错哦。看来这头部没办法享用了，先把虾肉解决了。哥哥没发现，偷偷的塞回去放一边，回去吃。我把终极大奖搬出来。哎呦你们，你们看看这个巨无霸有几斤？不行，这也太突然了，快快一过，我的虾虾就没了。没错，啥也不管。哎呀，不错啊。好脆啊！哎呀，我也吃不完，剩下拿回去跟我弟分享吃。